OK。我们一人画一个，然后待会儿看看谁画的好看。OK。很看，我而且我觉得好看。看看我，妈妈还没画完呢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啊，画错了。哪画错了？嘿，妈妈画完了。看我啊。你画的什么？啊，大鹏。哪个是啊？哪个呀？那个。哪个？这个？是。这橘红色的是吗？是。是挺大的，球哟，还挺圆呢，球，圆，真不错。拿不出来了，卡住了。你当你是神笔马良吗？画一个东西就能变成真的，拿出来。是我知道了。嗯。错啦！这谁的小脚？这两只是谁小脚？我啊。这谁的小脚啊？我啊。这两个是你小脚啊？是。是爸爸小脚。哦、是爸爸小脚啊？爸爸脚有那么小吗？是大爸爸。其实我跟吞爸刚来希腊的那会儿，我们出去买菜只挑自己熟悉的菜吃。后来时间长了吧，就觉得特别没劲，天天老是那几样，老是那几样。然后他妈就说：“不行，咱们得挑点希腊当地的菜，找点新鲜的尝尝。”有一天就去超市了，回来之后呢，刚进门就跟我喊说：“老婆，我给你买羊蹄了。”我一听，我还以为他买着麻辣烫了，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他买的是这个。这就是地中海的一个特产植物，叫羊蹄。然后据说它对肝脏特别好。可以帮助肝脏细胞再生，然后还可以排毒。今天我们就来试试做给它吧。这个是切好之后的羊蹄，一会儿我们要把它放到锅里煮一下。现在我在煮羊蹄，但是因为它就是特别容易氧化，所以呢我们在煮的时候会要往水里放一些柠檬汁，煮大概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。现在这个羊蹄已经煮好了，我们一会儿把这个外面的花瓣呢全都剥下去，但是这个不要扔啊，这个每叶片的根部这个地方都是可以吃的，把外边的那些都剥开，然后就能露出里头的这个像是花托一样的东西。哇，好像莲花呀，真漂亮。那我们现在剥到这层了，这些地方有绒毛，看到了吗？这绒毛是不能吃的，要把它给弄掉。现在找一个勺子把它给挖掉。煮熟了之后，这个绒毛就会很容易能取出掉。现在能闻到这羊蹄的清香味了，淡淡的有股栗子和玉米的香气，这个对肝脏特别好，因为它可以帮助肝脏细胞再生，还可以帮助肝脏排毒，所以呢对我们的皮肤也会很好。最底下的这部分就是整个羊蹄最大的一块可以吃的了，我们一会儿用它来做个沙拉，费尽千辛万苦，就得到了这一碗。用这个烟熏三文鱼做沙拉，看我们刚才把那个花托都已经取出来了，然后我在上面现在搁了几片三文鱼，特别像那个花瓣，是不是很好看哈？然后可以再摘几片小香芹，放在上面点缀一下。在旁边一直闹呢，他也想吃。这个烟熏三文鱼它是自带咸味的，然后配上这个清香的羊蹄，感觉特别互补，非常好吃。我头一次这样做，没想到还挺成功的，你们下次也试试吧。